妈去拿洗手液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该吃了。身上还吃，没有挤出来吗？手艺哦，他所有的东西都能找到那个喷头，然后在那边吃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它这个是完全分掉的呀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我们就不出去玩了，就想说在家里做个饭。今天估计会做乌冬面，这个是乌冬，然后鸡蛋、牛肉跟这个是虎头虾，还是活的哦。然后蔬菜就是包菜，然后 Charlie 的我准备用那个。就是 Ella's Kitchen 的 Beef Stew 来做汤底，估计就是酱吧。然后大人的我们就会用这个凝记的辣椒酱来吃，这样子。反正妈妈的厨艺就，我觉得跟 Charlie 的没什么两样，反正就随便把东西都弄熟了，拌个酱什么的就搞定了。然后改善伙食的话，出去吃就好了。就这样吧，今天天气真的好差。妈妈要做饭了，是我跟爸爸的 dessert time， 然后我们吃的是 moon cake。 昨天经过半岛，然后就想说装逼一把，就买了一盒他们的月饼。我们买的是四个蛋奶黄，四个莲蓉蛋黄，昨天吃了一个奶黄了，果然你怎么去死开了？我操！果然名不虚传，超好吃，然后又不甜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吃蛋黄，莲蓉蛋黄，这个就很普通，我觉得就是很普通的莲蓉蛋黄。软吗？很，但是莲蓉很绵密。你吃吃看，听爸爸的 review。你还会用绵密这种高级词汇？这样。你觉得呢？是不是比普通的好吃？就那样吧。是，就是不如奶黄的来的赞。我来港今年尼玛第一次吃半岛的月饼，真土逼。好吃吗？跟那边差不多。是，但就是莲蓉很绵密，然后就奶黄的比较赞，早知道买八个奶黄的了。吃完爸爸要去干活了，我们的一片狼藉。妈妈要去睡觉了，呵呵呵呵，就这样吧。查理睡了两个小时哦，哎，现在心情应该棒棒的，心情是不是棒棒的呀 ？Say hello， 你会不会 say hello？ 你干嘛打自己大腿？我们现在估计要出去走走吧。感觉一天都没有出去走走，然后现在天气已经好一些了。查理酷炫的发型，酷炫的发型。嗯，查理，我们现在在九龙城瀑布的小楼，然后爸爸要去上路，
鼻翼。对。不是，叫他帮我眼睛调一下。那你一定要来这家项目，你海港城的项目就不要啊。那不是双臂是你吗？嗯。对，然后我们准备去九龙城寨那边的公园玩一下。要不要吃个泰国烧烤？我可以。我也可以，只是女人不可以。其他反正也听不懂。反正这里有全港最佳烧烤，我各种全港最佳，这样好吗？我们到了上木那边再说，再谈吧。噔，这是一家泰式串烧店，然后看上去巨脏，巨难吃，其实不好吃，看上去是本脏。没有脏。我觉得是可能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烧烤，每次然后是，然后每次来这里必吃。爸爸现在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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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城寨公园，然后爸爸终于可以吃他的肉串，给我串，给我串。鲜花怎么办？来，这个是牛肉，煎煎煎煎牛肉，然后是辣的。超级赞，嗯，赞不赞？赞，太少了。等一下，感觉爸爸回去要买两串了。西兰花只能看美丽的风景，因为不能吃。爸爸现在在吃一串是猪颈肉的。就是有个这样的东西，叫窝鸡腿。你想想啊，就是全部是房子，饿了不怕热。我不在拍吗？这就是一个房子，然后中间是一个空地，房子都这么贴着的。然后反正里面就弄什么三馆，是不是？哦。算个要塞，后来被废弃了，然后废弃以后就各种混乱，然后就变得中国政府也不管，香港政府也不管，英国政府也不管，所以就沦陷，变成了各种黄赌毒的聚集地，然后反正就有很多违法的东西，然后最后被香港政府拆了，然后就建了这个公园纪念一下。这就是以前最混乱的时候，然后大家房子都好小，然后这里都有很多他们的房子，都感觉随时都会倒这样子。然后这是那时候的那个无牌牙医，这医生都是没有牌照的，感觉可危险了。然后那个卫生设施也很差，食品加工也是，就各种巨差的卫生设施。好，这是以前的城寨的地图，就感觉房子好密好密。然后这以前房子的故居，一些房子的平面图。是可能最混乱的时候，感觉就好混乱，真的在里面的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然后还好被拆，在家里的楼下帮查理买这个，这个是纯水的湿巾，
给他擦牙齿的，然后我觉得超级好看，真的很推荐，因为它就除了水没有其他东西，擦眼睛啊擦牙齿啊什么都可以。反正这个就现在是随身带的，以前最初是因为那个医院的时候有给我在用，然后我就一直用这个。反正就这样吧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